就觉得我们组是一个很多不同的元素，就一个完美的融合。三还扔了一个伞呢，牙齿卡扔了，啊，卡扔了。厉害厉害 ，nice job nice job。我觉得我就多说一下我们组吧，我就觉得我们组是一个很多不同的元素，就一个完美的融合。前面有 popping， 突然就有 locking， 然后也有 hip hop， 然后他们又表现出来比较传统的乐器在里面，所以他们真的很棒，因为能那么短时间想起来这那么多东西，而且他们两位的衣服今天是不是很帅，好美啊？是的，是吧？特别特别的帅，然后西卡也是最美的西卡，对。二月二的作品，我个人是更喜欢韩语跟 Chika 的，因为他们的作品点特别的多，就是拍子特别的满，而且很紧凑。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个跳得特别整齐。他们的作品更有主题性，从刚开始到中间高潮，然后再到结束，它会有一个这样坡度式的一个情绪的调动。韩语是元ロックダンサーだけど。チカちゃんの方に行くともう合わせてたな、やりきったね。